将一篮篮的年干和一箱箱的物资搬下车，志工们赶在农历新年来临前到新山斑斓医院关怀癌症病友。这个三年的疫情，我们都无法把这个礼包送到我们的医院的病患的患友们。那么今年回到今年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的气氛，可以让他们这些病患感受今年会有不一样的新年。志工和医护人员不分种族，不分彼此，分头到各个病房送上新春祝福。我们有跟他们个互动的话，都是不排斥了，觉得我们的关怀的话呢，对他们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正能量啊。很开心可以给病人送祝福，可以了解他们的不容易，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。志工们的无私付出，让原本沉重的病房充满了爱的正能量。Kita 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pihak suci yang sudi datang beramai-ramai daripada sebelum MCO dan selepas MCO dan telah memberikan sumbangan berbentuk dari segi sokongan emosi kepada pesakit-pesakit di Hospital Sultan Ismail Johor Bahru. 病痛虽苦，但只要有人真诚关怀与问候，也能让病人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新山报道。